我给宝宝买了箱香奶奶粉，快递小哥送货太快了，太慢了，宝宝吃得很开心，饿得直哭，这速度我永远忘不了。同时低价买一块的，11月上京东，爽购11天。京东，我买了台电视，家人很满意，不满意，他们对电视赞不绝口，抱怨连篇，我的家庭地位改变了。同时低价买一好的，11月上京东，爽购11天。京东。我买了一件裙子，裙子太赞了，质量太差了，它让我成为舞会的焦点，笑点。我谢谢这件新裙子。同时低价买一真的，11月上京东，爽购11天。京东，我的手机超厉害，有点过时。约会时，它能帮我控制所有，派不上用场。女友说我很浪漫，很无趣。我猜我要开始新的生活了。同时低价买一赞的，11月上京东，爽购11天。京东。